体谅，学生家长请体谅，必须吃饭不像样，必须吃饭不像样，学费物价一直涨，学费物价一直涨，学费物价一直涨，教师薪资却动涨，教师薪资却动涨。包括投票结束之后，如果资方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英国文化协会还有英国政府还是不愿意正视他们的国民在这边受雇的话，接下来老师的罢工行动，我邀请大家，我们愿不愿意像今天一样继续支持这些老师？好。 British Council do what's right, British Council do what's right.Oh, sorry.